分都是大扣分，裁决机制好像是。这一手停电，直接给主播瓦解了。往后一周，打打韩服或者给大虎打打教学也行嘛。韩服应该会多的，教学只能占一点点吧，毕竟我们还要冲分。交闪，交闪，交闪，还不交？兵线不让吃了，一个经验都不能哦，让他少吃了四个了，五个。我从不妥协。第六个也不能吃，后排兵，继续压制。喂，压制经济。会来一个月都是打峡谷吗？是啊。要不是我们停电挂机了一把，耗封了七天，主播现在还在打峡谷。过程可能会很坎坷，但是我们会坚持。这就叫神的毅力。速战速决吧。咱也是新赛季冲过什么一千多分的人了，要到多少都无所谓，迟早能上去。震了吗？真的假的？我咋没感觉？哪震了？不要妨碍我。别卡我。就怕你能打了峡谷冲锋又没热度了，不可抗拒因素。这停电啥的确实没办法。我说实话，这封这七天确实挺有点影响。无处可藏。主播都怕七天之后我手感没了。虽然这两天运气很差，输了，但我全是尽力，绝不会拼。我从不妥协。手感火热呢，趁。几个人呢？艾克不会还在吧？对我来说，好。见出破电者，破电者我觉得没什么用吧，谁让你吃啊？
秒人，快如闪电，撤退，优雅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身术速战速决吧，就解封了。哎呀，你别的区可以，小五之巅不行。小五之巅比较严格，小五之巅，封了就是不可以申诉的。只有傻瓜才会为人献身。补个学的残符转一，大概小五多少分？残符多少分？真是峡谷大师吧，因为韩服只有一个群，不要妨碍。区很少，但精华都集中在一起。他们走好，兄弟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. 就这么说吧，现在韩服应该比峡谷之巅人都多。好像本来就是啊，峡谷其实真正比起来人气是不多的。技能 CD 的，可惜。我从不妥协。打韩服开这么高延迟，直播延迟吗？直播延迟也不高。就算直播没开延迟，那有的弹幕我也不能秒回啊。啊，分段高的，我操！多少次主播看一眼弹幕，毫无意义，就直接被抓死什么的。生死就在一瞬间，那有的时候对吧，你发了就你刷个十条，我这游戏里等焦灼主播都回不了，与刀尖之上，所以跟这个延迟多与少无关系。这么狠吗？1v3换一个可以了，但凡对面少一个团长应该都能装伤。假装往野区走，好，一个点燃，拜拜。斩杀线到了，征服者满城，目前190。不要妨碍我。哎呀，他是不是看到我了？兄弟，我刚才都怀疑了，我操！他应该看到我了吧，兄弟们？阿拉翡翠钻石教学，哎，这后面再说吧。先冲分，想成功先发疯。这句话有点耳熟，什么电影来着？
红了眼，谁来都得死。我先锋，你住手！不是我一塔。哦。那吼吼。哟，他佛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速战速决吧！主播直接一 v 三，这波秀不秀，兄弟们？现在能打字的扣个六。还有没休息的吗？还有人看吗？没人看，我下了啊。咋的又来？没完了是吧？没完了，青钢影也来了，死哥你要不你也来？我青钢影我看到了，兄弟五个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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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仇恨值这么高啊？没搞错吧？是有问题啊？这对这。对面如同一个大型的粉丝见面会，我操！他们活不长。这把赢了就大师了。是我的最爱。你还敢来？彻底疯狂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为啥带着征服者而不是电刑？这把电刑对线家里啊，征服者里面有一个韧性，其次是我们征服者越打越强啊。对面肉的话我没打得动，电刑的话对面是一个肉，你电刑秒不了。带征服者你可以把肉杀了，那带电刑你起码最多就秒他半条血。A 一下 W A 一下 A 一下，大刀加速，玩什么？我天天中路四五个，不是四五个，这同样的人数多少次了？四五次了，哥。那对面到底在干嘛？你们都在直播间吗？
在直播间的扣个一，或者遇到我的亮个表情，我这没受不了，兄弟们，一整把了，上路一塔让了，狂抓我，下路小兵也不保，一塔也让了，把 AD 都卖了，狂往我这里跑，没道理呀、啊。难道就开这么晚吗？什么待遇？太过分了，对面抓了我一整把，真的。用你小子抓的我。好。我一个人跟对面打团，太夸张了，各位。哎，话说这把被这么搞，我怎么还跟上时间了？这补刀。这把发挥得很好，估计是。AQ 拿下眼雀的心态，呜呼！我操，不仅没心态没崩，呜呼起来了，死不乱，死不乱。出破剑者，哎呀，说实话，这出破剑者的看阵容吧。你看我这高身段高一点的，有的对局我连塔都攻不到，就蛮破剑者。韩服也吵架，今天说实话有一说一，今天打了一晚上了，前面输的对局队友把把吵，而且打的字我操，一秒钟几行字。
只是我们屏蔽，你看出来我就看得到韩文了，但游戏里它你只能看到中文，因为主播把游戏里改成了中文版，那中文版你就看不到他们发韩文。打湿了，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真潇洒。